咱这个弟兄姊妹们感谢主，这个又再见面了，弟兄姊妹好吗？我长林啊牧师也感觉到安好，身体也健康，因为主耶稣安息，安息弟兄姊妹也安息我，所以这个每只礼拜要见面，要一同心来思想，来祷告，来思想上帝的话，感谢主耶稣。就是安爱这个多年，你一天大量弟兄姊妹个爱好，无论这个吹阿妹啊，去到阿妹啊，去到感觉到乜计都好，因为啥？要做耶稣，哈，要做耶稣爱弟兄姊妹爱爱，我自家望听上帝嘅话，自家热痛心，先带下头来祷告，我只祷告，是被天父上帝啊，都嘅叫做耶稣基督，感谢主，做耶稣你安好，你安详。一个仆人，一安息，我到弟兄姊妹们，所以我到在主耶稣里面，我到无分开嘅，我到每时每刻常常祈祷，常常在主耶稣里祷告。主耶稣讲两三个人一同心嘛，祷告，主耶稣马上就在我们中间，主耶稣马上听我到你来祷告，感谢主，听我到你同心。合二祷告，系奉求我都叫住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叫，哈利路亚，阿门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感谢主，今半夜这个学习嘅题目最含到主耶稣上帝安好，主耶稣安好，就系出呢个诗篇八十六篇第五节，诗篇八十六篇第五节，第二部二。这个错事的他说什么呢？他说因为你啊，上帝耶和华是安好的，安喜欢有数，过了也安充满这个慈爱，信实的慈爱。当来到每十年生来祷告，这个弟兄姊妹们，就耶稣上帝的安好，这个诗篇写出来是偏白色了，偏天五节房啊！因为你上帝第一乜嘅呐？上帝安好，第二啊，上帝安喜欢来饶恕，下面几个多人。第三，上帝就耶稣的安爱充满本节多人嘅慈爱，嘅信心。兄弟们，今半日安多在世界，世间里，当时间面对问题时。是阿感觉到主耶稣啊，你吹阿妹，上帝啊，你未安快，你未恨我得到呢个痛苦，未恨我得到呢个问题，即个未让上阿门哈，弟兄姊妹，主耶稣的啊，上帝的啊，的，一定一个痛苦，一定一个痛苦，上阿即个唔够信心，即个冇来祷告了，即个也唔会来敬拜主，即个也唔会去传福音了，你看。主耶稣无所不知，其实当佢第一个问题是，佢爱自家多人来到佢面前来祷告，冇计较，超次到灰心，冇次到啊不安，每一次到灰心失望，次到乜计冇自私热着，弟兄姊妹，记得主耶稣要佢第一个痛苦，佢爱自家计较影响。我自己夹夹吼，来到一个面前，我自己夹夹就喺一个脚下里来祷告，来祈求。因为主耶稣讲乜嘅，在诗篇里写定吼，第一，上帝主耶稣嘅安好。虽然你面对痛苦，面对冇接料到冇天，唔有水，也唔有血，吃到冇头一样，吃到我嘅问题都未被治睇啊！没意思，上帝讲乜嘅那是实，你讲，我系上帝创造天地万物，创造你，我第一个问题，我第一个痛苦，你爱来吗？爱来祈求吗？你爱来信主耶稣吗？你爱来祷告吗？是实主耶稣等候弟兄姊妹答你，你安好，你只是安好，你第一个痛苦。切卡唔地，切卡常常切到，切卡问题安排。其实主耶稣撇得太，
主耶稣伟大的上帝，你看这家问题细细啊，你看这家的事情安细一样，因为佮安好，佮一等这家的人来到佮佮面前，细个，这主耶稣啊，我相信你，求你救我，佮等这家的人来祷告，弟兄姊妹，主耶稣安好。记得咯，主耶稣安好。啊，第二号即个来学习，主耶稣安喜欢教书，伊安欢喜下下面伊个爱，伊第七个未走错路，伊第七个未慢皮，伊第七个未乜计，未安定闹一样。但系主耶稣伊无所不知，无所不知，伊爱下面伊，当即个来到伊面前。人垂悔改呀，主耶稣马上来赦免你。都咪听姊妹讲爱，这个安南赦免这个亲爱的丈夫，都咪这个安南赦免这个亲爱的老婆，这个想要未喊安闹这个子子孙孙，亲戚朋友一样，只要未安唔离婚一样，不安一样，都咪未这个就唔要有数的呐。你看主耶稣啊，他要饶恕你啊，他要赦免你啊，都没你不要赦免你的弟兄姐妹，都没你不要赦免你的老婆，都没你不要赦免你的丈夫呢。弟兄姐妹，时时自家想起来，都没被自家丈夫啊，被咒吓，因为佢对你，你做只太太啊。要做只好太太么？要服侍佢么？要爱佢么？你看，你点点讲爱你爱你爱离婚，你看，你唔爱离婚嘅变爱离婚啊！你看，因为看自家做唔对，做只老婆，真系做丈夫诶，因为你冇锡到你太太，你感觉到你太太咯容忍一样，认同诶。打理社火，打理木卡主席，洗衫裤啊，打理一切，你认不认同诶，弟兄姐妹？是说你老婆安息着，安息着你想，安息着你爱伊，安息着你男伊，弟兄姐妹。但系呢，你冇做到，做太太诶啊，但系你未好，你超走路了，你看啊，走路了，你迟到乜计？你迟到，你感觉到你唔对了。佢唔做扎何太太了，何扎唔又做扎老婆了？你看，真系呢事情系未来嘅，做出家本身来嘅，弟兄姐妹，做耶稣，饶恕你，你爱饶恕你丈夫么？弟兄姐妹，你爱饶恕你太太么？即系你媳妇，你睇例子，你妹子，即系佢认为做扎阿爸。伊爱希望只好阿爸向上帝主耶稣，用本爱一个子子孙孙，但系而家唔做只好阿爸，而家专门打伊、骂伊、剁伊，未用爱心来劝勉伊，而家未用爱来锡伊、教骂伊，只系用棍、用狠啊去打，带魔术去打伊，打到伊痛到。教导你看，弟兄姐妹，你要饶恕你子女吗？做子女的呀，你要饶恕你阿爸吗？要饶恕你妈妈吗？因为这个是太极家庭啊，系主耶稣里面，主耶稣的爱的家庭。好，主耶稣爱赦免你，这个学习也爱赦免这个亲爱的丈夫、亲爱的太太、亲爱的子子孙孙哦。和第三个这个学习，主耶稣啊，佢充满一个爱，一个爱佢充满，用住每一个爱出阿背。当自家感觉到自家嘅爱啊，对自家丈夫，对自家太太，对自家媳妇，对自家姊姊妹妹，哦，阿哥阿太、阿姐、老妹，自家感觉到自家够了，做咋？最好诶，但系要学习嘛，自家要啲嘛，主耶稣啊，要啲一个心。你想下再你讲爱，
写，但是你嘅心里做唔到，你嘅想法也想得唔好，想得唔对，想得渣渣，想得唔错，想得咩只何罗妹，咩只何罗梯，咩只何太太，咩只何丈夫，咩只何蛇人，弟兄姊妹们，向自己来学习上帝的爱。当上帝的爱就是两般的爱呢，信一个信息一个慈爱啊，就是永恒的爱。这个爱啊，是无论的爱。无论你两般人啊，上帝就也是根本爱你。无论你被闹意啊，他根本爱你，弟兄姊妹。这个学习，我也学习，弟兄姊妹学习。学习上帝的爱，无论的爱，两般人的爱，就是阿加贝的爱，饶恕的爱，充满慈爱的爱，弟兄姊妹，无有理智的，也要自家讲，自家没有爱，自家重复，没有爱自家妻子，没有爱自家弟兄姊妹，没有爱自家亲人，无有物的理智，因为主耶稣先爱你。既先知，既先拯救了你，出十字架当一个慈爱啊，佢用一个生命牺牲，一个生命牺牲来拯救你噶爱。哦，弟兄姊妹们，即家见半日来学习，学习嚟生啊，学习主耶稣。第一主耶稣系乜嘅呢？主耶稣安好，系相信弟兄姊妹也安好。第二即家学习乜嘅呢？学习主耶稣安爱饶恕，安爱赦免你的爱，向自家学习赦免自家弟兄姊妹哦，自家赦免自家嘅太太，赦免自家嘅丈夫，饶恕自家嘅子子孙孙哦，或者自家作责，充满慈爱嘅家庭。何第三，自家学习上帝主耶稣乜嘅，学习一个爱，啊，亦未单单安好。赦免你，饶恕你，佢也爱你，这个爱，阿加贝的爱，哦，随时的爱，唔可能人家讲，但是上帝就耶稣，佢可能，佢要饶恕，佢要赦免你，佢也要爱你，这个爱丰富本你格外得到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，主耶稣。爱弟兄姊妹，也爱自家学习，学习一个爱哈，学习一个安好，学习一个安爱饶恕，学习一个慈爱，丰富本弟兄姊妹格外得到。哈利路亚！我自家介绍来接受上帝主耶稣的先祝福，愿上帝的慈爱，愿主耶稣的恩惠，愿心灵的感动与交通，从而弟兄姊妹们同齐。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门。